镀锌板在清洗除油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表面腐蚀、发灰或挂灰等现象，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？怎么解决和预防呢？锌为有色金属中的两性金属，金属锌的化学活性很高，无论在酸性条件还是碱性条件下极易被腐蚀和破坏，特别在有声超声波的情况下更是如此。那么如何才能预防镀锌板表面清洗时不受到腐蚀和破坏呢？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。一、镀锌板清洗剂一定要选择中性或低碱性的专用镀锌板清洗剂，绝对不能采用酸性系列的清洗剂。二、控制好清洗液的温度，清洗温度25到45度为宜，最好不要超过50度。三、如果为超声波清洗，清洗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为宜，长时间超声波清洗也会造成镀锌层的破坏。